Welcome。始至于此，上半场也该到一个段落，休息一下。今天就是最后一个巡回的最后一场，所以这整个巡回走到这一场的话，它很多很棒的东西，跟很多故事，很多回忆，都会有很多话可以说，但是。其实你们应该从上半场也就发现我不善于言辞，所以那个大家如果很喜欢这个巡回的话，我觉得最好把握的是那个下半场的时候，每一首你喜欢的歌，就是跟着他摇摆，然后跟着他玩，跟着他一起动。因为在夏季巡回的时候，我还不确定到底会唱些什么歌，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表演。你们如果认识我久一点，就会知道我这个人就是。我们就没有双子座的那个心，但是我就很双子，我非常善变，所以我不知道我夏季会怎样，所以大家就好好把握下半场。然后那个今天有那个 CD， 就是你有预售票的人，你可以用220块钱就可以买到那个 CD， 你可以拿去送你朋友，因为很多人都说他已经有那个 CD， 但是因为我觉得夏季巡回应该不会再有这样子的优惠了吧，所以如果春季巡回，如果你喜欢一些歌，你可以去。买那个 CD， 然后可以给你的朋友。对啊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下半场的时候再见，先休息一下。刚才讲走就好沉重啊。好 ，OK， 就这样 ，OK， 好，等会见。